有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的燕燕大国才有这样的文化艺术，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骄傲。闪电五连鞭，马保国重出江湖，变身夜店教父，20分钟赚70万。闪电鞭，我打一个连五鞭啊！还记得多年前名正一时的闪电五连鞭武术大师马保国吗？在2020年一场格斗赛。内被击倒3次，沦为笑柄，后被中国官方以打假名义封杀。去年解封后活跃夜店，没想到73岁的他摇身一变夜店教父，网传演出费20分钟15万人民币。一下车就给大家带来醉拳，在各大夜店还真的大受欢迎。看我打一个真正的刺拳，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骄傲。70多岁这么有精神，比年轻人还强。闪电五连鞭。